老婆。哎呦天神，你还要工作啊，快去，你看着我干嘛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？你还是要出去？不出去，只要我等下卸妆，我就没办法出去了。如果我要出去，我也不会带你出去。我会出去的。那我不会带你出去的，你放心吧。现在看他是不是又拉了呀？臭臭的呀，等一下我去收拾一下他，大家晚安吧，我先收拾他一下，我们收拾他一下，又拉又给拉了。气死我了，臭烘烘的，晚安晚安晚安，家人们晚安，生气了妈的。